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acSonar 大世纪。在抓捕缉毒排爆等危险任务中，总有忠诚的警犬冲锋陷阵。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，美国就有厂商发明了犬用头盔，狗狗一戴上瞬间威武霸气，不仅保护了他们的安全，还帅得不得了。墨镜是耍酷的标配之一，连狗狗戴上都炫酷无比。美国初创公司 K9 Hume 研发的这款警犬用战术头盔，更是让本来就很帅的狗狗威风凛凛。这个头盔的主要壳体采用高强度尼龙材质 3D 打印而成，量身打造的曲线设计让狗狗戴着也不难受。护目镜则是可拆卸的 UV400 护目镜，固定后很牢靠，而且球形的镜片能为狗狗提供更大的视野。它的内部是可替换的缓冲材质，根据不同犬种的头型有三种尺寸可供选择。在头盔上方则配有俗称鱼骨的皮卡汀泥捣轨，可以加装各种战术套件，例如相机、照明和通信等设备。据说甚至还能装手枪，既为狗狗提供了保护，也为工作人员提供便利。重点是狗狗佩戴上后简直瞬间变身 superhero， 哪怕是没有警犬的普通人也想为自己的宠物犬买一个耍帅。不过目前这个产品还在研发中，预计今年的晚些时候才能问世哦。视频元素来自 K9 Hume， 由 MacSonar 创意公园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cSonar 创意公园。